客是这个台湾的，九合一选举。这个在11月2014年的11月29号中午12:41，有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，打电话问台湾的九合一选举。当然，我们大陆很关心这个马英九的情况，希望这个国民党走得稳妥一点。这一刻一出来以后，我分析了大概有个5、6分钟，我电话就打过去了。我说，这次国民党的九合一选举，蓝营一败涂地。当时我这样说，我国民党大败，绿营就是民进党那一派，大获全胜。这是第一条赞誉，第二条赞誉说，选后，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会辞职，就是辞掉党主席。第三呢，这次选举国民党占的席位不到1/3，就30，还差一点，不到1/3。第四条大语是，这次台北市长将改变颜色，由绿营的人担任，变颜色。第五，绿营受到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的支持，国民党只得到了部分老人的支持。国民党只得到了部分老人的支持。这个第六条是，这个未来台湾执政的人可能是个女人。当时说的这几条。第一条，国民党大败，民进党大胜，是怎么判断的？这一看就知道了，不必要想那么复杂，一看，干和支，都支开干支，干我自己，干是增，支是卑，什么叫增呢？在位上的为增，在野的为卑，这是干支的分。干，支，干上神，阴神，支上神，阴神，形成了两个阵营，一个申子辰合成水局，一个寅午戌合成火局，典型的火局对水局，就是水火相战，水火不相容。台湾的政体就是这样，所以这一刻非常准的。冬天，阴历10月，水旺，火死，所以说在野的这一方一定大胜，一定大胜，这没有争论的。这个大留任特别测甲乙双方的事儿，那是所有的术数都跟不上这个大留任这个测甲乙双方的事儿。比如说我这方跟这方的打足球，一看就知道了，测选举。都是测婚姻，都是甲乙双方的事儿。但我今天去签个合同，我今天跟谁有一场官司，谁胜谁败，这就涉及到甲和乙，只有双方的事儿的时候，这个大牛日非常的精准。这个台湾的九合一选举就是甲乙双方，蓝营和绿营，在朝和在野，就这关系，一看。这个合成水局，这个合成火局，其他的都不要看，一看，水局克火局，特别在冬天，一败涂地。不是，你就看那个是这边是在野，这边是在朝。对对对，它是分这样，在朝的为尊贵是吧？这点没有争议吧？什么什么？尊贵就是尊贵，尊尊贵，哦，尊贵对，哦。就是在台下的。为不正规的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，你说这个尹武旭这边是正规的，所以是在朝，对，这是以哪一个作为尊贵的甲？甲，他是今天那一天的干支是甲辰，甲就代表尊贵的，因为干为尊，
知为兵，男为贞，女为兵，就是他这个天地之间，天为贞，地为兵，在台上的为贞，在台下的为兵，这就是为贞，这就为兵。所以如果这个是自尊来讲，那个你放在用拆翻看，这个地是就是卑的了，是不是？尊卑嘛，如果你这个是尊的，不是卑的，你看这个卑，他战胜了尊呐、啊，他战胜了、啊。对，只是说我说该考虑那个尊和卑之间的。对，那个这个是尊的，那个肯定是卑的，胜负还不知道了。对，胜负不知道。你看他这个一套上去，水克火，水克火不一定是火败，我在夏天我火就旺，我在春天我火也下也厉害，但是在冬天。水本身就弱，再加上它活成水局，它还来个致命的寅卯空亡，干就是空的，空的就自己没有一点信心，自己都没有信心，都是败的。刚好马寅九又属虎，这个甲木就忌在寅宫，甲就对寅，他自己都是空的，根本都没数。是不是说前面这一对一定是朝，这一根是对下一对的？对，分真和悲，真和悲啊，对，因为首先分真悲，因为真悲有了天地之后就有真悲。意思说右手悲一定是尊，左手悲一定是悲。对，不是，干为真，知为悲，干为难，所以也可能那知为尊，可能这边对，只看那个干在哪里而已。对，这个干之定位还要根据自己的心态。我这大陆上，我来自大陆上，多少带着大陆的感情。我认为国民党就跟我在一块儿，所以说我是真。那个民进党，我认为他是我的对手，我就恨他，他是悲。这是我们受多少年的教育的结果。因为这些课是我起的，所以说他也代表我这方。是那个表明是国民进党的人来起，他是谈两分啊，民进党的人来起。如果民进党的他就不是这个盘了，因为对他没有没他没不能套公式，因为这个盘是我起的，是我心动。那个领导打电话他心动了，对他心动了，他都代表我们这一方，都代表都希望马英九做得很好，所以都是这个真这一方。如果是对方要测，他照样是真。如果他强烈要求说我们这一方怎么样？可以把它当成他的一方，都可以，但是起出来绝对不是这一刻，那个情况就变了。干支分就是一定是这样的。对，测婚姻，一般的情况下，他只要没有说一来了一个女的，说是哎呦测测我的运气，他只要说测运气，日干就是他，他测租房子啊，测买车呀、啊，都测完以后。他突然就说：“你看我两口子怎么样？”那时候你真悲的要分出来。那时候干就不是他了，干是他丈夫，支持他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亲能为丈夫，克我这个官鬼丈夫，亲能跟官鬼，这都涉及到一个定用神的问题。因为我讲到这个课里，顺便把这个用神，找用定用神的时候，什么叫用神呢？比如我是男的，我测我。什么时间可以找个老婆？老婆有几个方面都可以定位是老婆。第一，七财；第二，天后，都可以看成老婆。那究竟是七财还是天后啊？绝对是七财为主。为什么是七财为主？七财是月降盘，月降盘就是这个盘就叫月降盘。这个盘呢是在天盘，天盘就叫月降盘，因为这是月降驾驶来的这个盘就叫月降盘。什么叫月降？降者，执行也。这个降字儿，这个降字儿，降就叫执行的意思。执行这个盘，它最有力量，最有信息度，信息最集中。以它为准，一测一个准儿。你说以天后为准，也对，但是它作为一个辅助用神，绝对不能当第一用神。这个起用神。六亲也可以取用神，月将可以取用神，这个十二神也可以取用神，还有这个
这个就是神上也可以抽用神，这些用神最主要的第一个用神就应该是月将。月将并不是指这个引将，是这个月将这个盘上都叫月将，这月将盘，这个盘做用神，第一用神是最灵的，其他都是次要的。但是月将盘虽然非常厉害，但是它不上四客，也不上三传，那它就甘当老二。上号盘的，比如说测老婆，七财，他不上去，也不上四客，也不上三传，天后上来了，那就以天后为准。他自己个甘当老二，他就当老二。这回没。为什么说他这个他得票只得了三分之一都不到？寅午戌，这个寅在这儿，地盘在这儿，戌他空了，寅是空的，戌他空了，只有落个午，落个午在冬天是衰弱的，三个他只占了一个还是衰弱的，所以说我淡他三分之一都不到，就这样淡来的，大家听懂了吗？对，三分之一都不到，他因为是三合局，这个任何书上都没这样写过，这完全在判断的时候一念之间，他三合局两个都空了，一个衰弱，他三个只占了一个还不到，三个只占了一个还在冬天，所以说三分之一，就是三分之一都还不到，果然是三分之一都不到。我说这个台北市要换颜色，台北市国民党搞不到了，是什么原因呢？这就是大刘任的异同音同异同相同，台北市北是子，北是子，北是子啊，子跑到人家这一方去了，跑到这一方领头去了，对吧？因为申子辰活成水局，活成北方局，台北又是台湾的北部，子为京城，就是他那个台湾的京城就是子，跑到人家对方去了，所以台北市市长再加上腾蛇为变化变了，台北市市长一定是绿营的人而不是蓝营的人。后来柯建铭是典型的，那我们不带意识形态，不在这儿不谈这个事儿。他是柯建铭，应该说是绿营中的绿营人，虽然他无党派，但是他的思想基本上是独派。这就是当时我判断台北市要易主林腾蛇，腾蛇就是变化，并且这个腾蛇子跑到人家这个阵营去了，并且充当了中神，申子辰中间这个神，林望定一定变人。这大家还有什么？还有疑问呢？这个判断思路都非常我说那个投对方票的，投这个绿营的，是一些知识分子或年轻人，要都能看出来吧，就是从这些课能看出来。什么叫知识分子？知识分子就是聪明人，对吧？知识分子是人类社会的聪明人才是知识分子。什么叫聪明呢？昨天我说了，水主智，这个水在哪？水在这儿啊，申子辰活成水局，这个亥在年月日时，学四柱的都知道，月上这柱为兄弟，什么叫兄弟？年轻人才叫兄弟，月柱助他，年轻人支持这一方，知识分子支持这一方，
那为什么说老头们支持他们呢？老头老太太支持这话。老头老太太在太岁，太岁，太岁就老头啊，一群老头老太太支持这一方。六合一选举，六合，大刘任呢、啊？真的，你只要心动，他就不会骗你。六合一选，九合一选举，他就带个合字，他就九合一选举，非常绝妙。寅午戌上去了，上去了全空，只有一杆是没空，并且出现衰地。他这个上了三船是什么东西啊？虽然是动向的，但是他太弱了，不行。他还很想好好干干，但是一上一看不成器。所以他没有空王就不一样了。他没有空王也不行，他没有空王他也干不成，他也干不赢。为什么？决定我穿短袖还是穿棉袄，他说了算。月令。对，月令说了算。我为什么说是马英九这个选举以后，马英九这个国民党主席会辞掉，他这个总统他不会辞掉，为什么呢？偏官，主席是什么官啊？主席实际上不是官，这里啊，主席是个偏官，为什么？他这个主席。民进党主席，这个党主席，那个党主席，这个党主席，真正主席他是不当家的，总统当家呀，是吧？他就是个偏官，就是这个协会的会长，那个工会的什么主席，都叫偏官。偏官是什么？甲木的偏官，甲一看马英九，因为他寅是马英九，他的偏官是什么？他的偏官是申金，他的正官是酉金，这才是他真正的。他的官，这个官是干嘛？这个官是总统，这个官是他的国民党主席。这个国民党主席上了课，冲他，上了课克他，上了课克他，和局克他，他一定会辞掉这个国民党主席。而且。亲农农啊，为皇帝。马英九刚好又属虎，又是亲农，饮食相冲，饮食相冲，冲着散，这个国民党主席这个事儿他要散掉，在这儿，饮食相冲，亲农为寅，这位申金，这个大家有疑问吗？这个判断思路就是，偏官是国民党主席，他的正官是总统，总统是他真正的台得上席面的官，他这个国民党主席可以换成别人，他总统照样当。还有一个，他这一课呀，为什么我昨天说，首先看大势，大势是两个阵营。然后他什么发用啊？斩官，斩官，就是陈和虚，这就叫斩官。大家一说都知道了，这个课是我在这儿都不讲了，是斩官发用，立逃亡，再加上这个续图，为寡孤寡，孤寡孤在冬天，在冬天，在冬天虚为孤。虚为孤，盈为寡，孤家寡人，就是国民党啊，孤家寡人，没有人。立逃亡，斩官课对逃亡很有利，他适合跑，逃跑不干了，这是可以的。特别是孤臣，不是，特别是遇到一个孤寡，何局他遇到孤寡，何局不成，他本身就何局不成，他又遇到孤寡。所以说，
对这个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，这就是个寡字儿。这个银幕，银幕啊，是银幕是马英九的灵命。申自成，申自成，马在寅，马英九自己也不行，早有退役。他现在当这个总统，真是不依面子，实际上找他都不想干，他干不了。这一课就是这样，我再讲一下贾谊俩字儿。我昨天说了，空王上面的贾谊，你看两个贾谊，哎，怎么跑出两个贾谊来？这其他的门派没有的，把这个空王这两个字儿，只是未来的贾，未来的谊套进去。未来是什么？这个奇门遁甲上有未来之父，你说，就未来的当家的，这也是未来的当家的。您天后，天后是女人。未来的当家的是个女人，女总统。对，这上面都已经上来了，都已经上来天后。天后，你不知道天后不是马英九的年龄吗？跟他没关系了。天后首先定死了是个女人，天后是未来的甲，奇门遁甲上是未来的之父，他就是未来的之父。是个女人，这一课就是这样，就这几个判断思路一点都不模糊，对吧？对，一点都不模糊。用的其他的东西，用的神煞也不多，就是一看大师，双方相冲，一个强，一个弱，他就是不空亡，他也不行。不空亡，他也摔得很，冬天的火吹死地。他就不空亡，他能，这玩意儿非常重要。他人家那个月令支持这一方啊，月令为兄弟、长辈、兄弟、夫妻、子孙。月令为兄弟，兄弟为年轻人，年轻人支持他，老头老太太支持他。而且老头老太太还特别少，为什么？他孤臣呢，他落在孤臣上。所以说国民党输到这个样，真是我一看盘，当时我看了都看了，认真分析了几分钟，我立马电话打过去，我说必败无疑，非常惨痛。对，当时我说了七条大语，说过一个对方那个领导的秘书，他相信，他说对我们分析情况不像你说的这么糟，我说一定是这样，三分之一都不到，台北市要丢失。我说后来是个女人当家，你就直说了，就这事儿。你看这一课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？如果把那天这个空王不把贾谊套上去，不明白，一套上去就明白了。这个古书上也没有，刘克洛老师他也不会这样讲，所有的现在市面上都不会这样讲，就是道家的道士们用的，用这套，就是未来的之父，宁天后非常明白，未来之父宁天后，宁望帝。但是再说点后话，这个银幕，这个女人上去了以后，把她给坐实了，真正的巷战济公，那时候这也都变成国民党了，这也变成民进党了，又是巷战。你看台湾今后热闹得很。什么时间巷战？
明年他必败，国民党必败，明年是申京。嘿，他们国民党败了以后，他下野了，他就跟老虎一样，他睡醒了，他就开始干他，那就热闹了，那就热闹了。就是蔡英文这今后这个我可能这打底啊，这今后他也难受，非常难受。就是台湾呢，政治烂象还要烂很长时间。你看申，从申年开始，明年是吧？申有虚害，死，到这儿，这到这个位，就是到这儿是一年、两年、三年，第四年。又你那腾蛇，腾蛇就是变化。蔡英文干满四年，非常难受。听得懂吗？就是未来的把它，因为这是乙木是空亡的，乙木空亡。蔡英文这个女人上去以后，大把她给坐实了，坐实了。对调一位，他们就是在台上，他在台下，那时候两边才热闹。刚好第四年里边，这明年这一六年呢，他半年前半年不参数，这才半年，一二三四，刚好第四年选举的时候，又你那腾蛇就是变化，又要变。那这一刻我分析的就是当时就这个思路。好，休息3分钟。